火气啊，都是地上来的。地上来的，从 DNA 里面啊，我们可以把它还回地上。怎么样呢？靠着什么？靠着什么？靠着就是，俊宏的坚持。神啊，被安排看不见在雏形的意识啊，去协助我们人呐、啊，在 DNA 的进化，是神族的会走到最后一步的，是神族啊，经历巨大磨难的，是神族啊，过得看似跟大家不太一样哦。也挺活得也挺不错的，然后有时候我好像歪歪斜斜的，总是想想害怕有没有？在这个板上啊，站不稳啊。神呐、啊，有的时候啊，真的在帮的，不是那些呀、不是那些啊，看起来特别好的，反而是那些啊，心是向他。得一些老弱残疾啊、跛子啊、瞎子啊，所以啊，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哦，很有趣的事情哦，这些啊，看似笨的啊、口疾啊、痴呆啊、跛子啊，这些人呐、通常都是神啊，反而是用这些人，反而不是用那些。看起来特别好的啊，特别特别的，有多少先天条件的？跳啊，把这个你以往所有的记忆啊，你的苦痛啊，放回来。是不是丫头溜得越来越好？丫头溜得越来越好。老和尚说我溜得好哎。嘿，我这个我跟人就是学不会，和尚一教我就会了。这是我拿到板子的第3天。是啊，那个球在中间呐，这个球在中间呐，接着下面，接着下面这个球啊，这设计不错，对吧？把能量，现在人家说科技啊，很可怕啊，科技那么快。是啊，科技的迅速，我们要懂得善用科技，支持那些把科技结合人性的产业。科技呀，结合人性，才能够走得长远。人性要结合神性，我们才能够走得长远。你们丫头，你这样丢啊，这个球啊，上下是一起的，跟我那个金球有没有两个一起这样滑呀滑，滑呀滑，别笑啊，丫头，爱笑爱哭。金刚能不能有怒相？有啊，当一个人呐、总是把神放在前面，让神走在前面领着我们的时候啊。神都会教啊，什么都教啊。神啊，不只教我们意识上的，还教我们身体上的，身体上的进化。没有，你这样啊，就是往前丢，这也是往前丢，是不是，丫头？溜得好，越溜越好。和尚说我越溜越好，生命的进化，当你梦的时候啊，就是醒着；醒着的时候啊，梦与醒的边界的消融，就是时空的消融。线有没有经线向上？两条线，走这儿。走那儿，
你说是我是老和尚，还是老和尚是我，还是老和尚就是虚空当中正在重塑的，领着我们的人体、我们的意识、我们的灵魂，正在重塑的。丫头要不要唱啊？这有首歌。这首没唱过耶，那就让神领在前面唱。我们看，水里有记忆哦。上一期呀、啊、讲完了盐巴的记忆，现在我们来讲运水上行。和尚要出来吗？和尚说要我来讲就好，他不插嘴。运水上行即是少林寺里的轻功，被消音了，对不起啊。有些话不能讲，别乱讲。哎，你看，说乱讲，这就真乱讲，是不是？从官呐、啊，乱讲话的人呐、啊，容易跌倒啊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查一下圣经里面讲跌倒是什么？跌倒是为什么？走得太快，自个儿的心啊。呵呵，人家说心猿意马，心猿意马，走得太。心啊，要慢走，总是啊，要让心静下来，神才能从中间呢、啊、领着我们。心啊，静不下来，神便领不了我们。啊，丫头，越滑越好。是不是记不记得你以前的那个，以前学会的那个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啊？以前呢、啊，这个球啊，平原呢、啊，就是两个啊，平行时空啊，平原呢、啊，就是平原的概念，平原的概念，平原的概念呢、啊，就是两个。时空交叠的概念，两个时空交叠融合叠加的时候，我们的天才便会诞生。天才要诞生的时候，便是基督要诞生的时候，或是现在的孩子越来越会说话，会开始有一些奇特的能力的时代。乱世容易诞生天才，因为神会介入啊。神会介入的时候呢，当然呢、啊，我们的 DNA 啊，也是会一起的重造的。今天先讲到这儿。